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共度圣路加福音。祝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：“有一个父王，也是我里弥天过着一位继位是值得生活。另外有一个乞丐，名叫拉撒路，满山张了床，躺在父王门口，指望用父王桌子上掉下的碎屑充饥，但是只有口来是他的床，后来那乞丐死了，坚持把他送到亚哈兰的怀表里。那个父王也死了，野人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瞩目及遗忘，永远看见亚巴郎和他怀抱中的拉撒路，便喊说：“祖宗，亚巴郎，感恩我吧，请他把拉撒路用他的舌头蘸点水，来养润我的舌头吧，因为我在这我战中我眼中非常痛苦。”亚巴郎说：“孩子，你该记得你活着的时候享尽了福，而拉撒路却受尽了苦。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，而你却应该受苦了。主此去外，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尊严，因此人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是不可能的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可能。那人说：“主公啊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里去，警告我的五个兄弟，以免他们将来也到这受苦的地方。”亚伯兰说：“他们有美色和先知，听从他们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不，主从亚伯兰，等若有人从死人中复活，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一定肯悔改。”亚伯兰对他说：“如果他们不听从美色和先知，纵然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了，他们也不会信服。”以上是天主的圣训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这是一个用如此紧张的技巧过肩的比喻，没有一个词是浪费的。让我们看看里面的两个人物。第一的是一个父王，通常称为 Divas，在拉丁语中是仆人的意思。每一句话都为他生活的这话增添了一些活物。他穿着以紫色和
须摩诃，他每天都觉得很失去，他每天都这样做，这样做，他敏锐而积极地违反了第四条诫命。这条诫命不仅禁止在安息日工作，他还说你要在六日之内工作。在一个国家，如果一个普通人每周能吃一次肉，每周工作六天，那就是一个很幸运的国家。富王是一个懒惰的食物，放纵的人物。拉萨路站在待古王做事上叫下来的人包血。那个时候没有刀子、渣子或三金子，食物是用手制的。在非常有钱的家庭里，所使用他怪面包擦干净的，然后就让到了。这就是拉萨路所等待的。第二，有拉萨路奇怪的是，拉萨路是所有的一种唯一有名字的人物，这个名字是伊利亚撒的拟定化形式，这意味着上主是我的帮主，他是一个可盖乞丐，他身上长满了贵兰不烂的妆，他安无助，甚至连流浪狗都挡不住。这些流浪狗一直转接他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景象。然后突然变成下一个景象。在那里，拉萨路在荣耀中，而那个父王在痛苦中。父王的罪过是什么？他并没有命令拉萨路离开他的门口，他没有反对拉萨路接受从桌子上掉下的水泄过路，使他没有理他。他并没有故意对他承认父王的罪过，是他终未注意到拉萨路。他接受他为经相的一部分，只是认为拉萨路答案在不国和饥饿中，而他沉迷于水花是完全居然和不可避免的。正如有人所说，让他下，第一的不是父王他所作所为，而是他没有做的事情让他下地狱。父王的罪过是他能感到世界的苦难和需要，最感觉不到悲伤和怜悯的回音之间刺穿他的心。他看着一个饥肠辘辘痛苦不堪的同胞，什么也没做，他的惩罚是对那个人从来没有
这一座的大的惩罚。这是很困难，因为他的有救人亚伯兰警告他的兄弟们被拒绝了，但很明显的事实是，人若拥有神话语的真理，无论往哪里看，都有伤，需要安慰，有需要供应，有痛苦需要解脱，就会使人无根。我行动，没有什么能改变他们。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。父王的罪不是他做错了事，而是他什么也没做。所以，不像今天福音中的父王，愿我们学会对其他人的需要更加敏感，而不是简单的诅咒有邪恶、壮观整上的黑暗。我们可以点燃蜡烛，并做点什么？阿门。